大家好，欢迎来到 TOP 研究院。2000年11月，黑龙江省一男一女检察官同时失踪，引得检察院的人议论纷纷。这一宗带点桃色意味的失踪案，竟牵扯出赵东七年来的系列失踪案。21个失踪人员在接触同一个人后，都从世界上销声匿迹了。这让警察不由得毛骨悚然起来，是什么样的人能在同一个地方让这么多人悄无声息地失去踪迹？2000年10月8日，黑龙江省检察院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为年末的整理工作忙碌着。就在这时，一个女人冲进来大喊：“袁成呢？我要找袁成！”很快就有人认出了这个女人，正是检察官袁成的妻子。袁成的同事迅速将她带到办公室安抚。从她的哭诉中了解到，三天前袁成说要跟他的助理果冬梅去赵东找个叫蒋英库的朋友，之后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这时同事也想起来了，三天前果冬梅匆匆离开了单位，之后就再也没来上过班。这两天因为袁成跟果冬梅的一同翘班，同事们都在议论纷纷，两个检察官一起失踪可不是什么小事。检察院和公安局马上组建起了专案组，警方首先调查的就是袁成妻子口中提到的袁成要去找的那个朋友蒋英库。蒋英库也是当地检察院的一个检察官，而且名声还不小。警方询问时，蒋英库表现得十分配合，但他开口说的话却让人大吃一惊。蒋英库说他们可不是什么失踪，他们两个早就计划着私奔了。袁成跟果冬梅两个国家干部竟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你们可要好好查查。蒋英库的口供让警方和检方都尴尬不已。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袁成和果冬梅不知道要成为多少人口中的笑谈。蒋英库并没有给调查组带来很多有用的信息，案件迟迟没有进展。直到袁成的同事告诉警方，袁成一直在找一个叫做贾勇的人，或许能从他身上查到什么。这个线索终于让调查组在一团乱麻里找到了一点线头。通过调查组的不断走访，终于在县城里的一家火锅店找到了正在当服务员的贾勇。贾勇一开始听到有人找他，就马上疯狂逃窜，不过没跑出几步就被埋伏的警察按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贾勇知道抓他的人是警察后，他立即放弃了挣扎，似乎是松了一口气。被带到公安局后，警方询问他跑什么，贾勇回答：“我以为你们是蒋英库派来追杀我的。”他这句话可是把警方吓了一大跳。贾勇交代，他是蒋英库名下陶瓷公司的总经理，多年来一直在帮蒋英库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袁成一直找他也是为了调查蒋英库。蒋英库这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检察官可不是什么好人，而是一个十足的杀人魔。赵东多年来的失踪案都跟他有关，那个陶瓷公司也只是一个空壳子。袁成和果冬梅估计早不在人世了，贾勇把自己所知道的蒋英库数十年来的罪行全部交代了出来。他还说这只是冰山一角，蒋英库犯下的罪行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根据贾勇的供述，警方准备立即逮捕蒋英库，可这时才发现蒋英库早早就听到了风声，已经在反贪局干部李国辉的帮助下逃跑了。随后警方发布了通缉令，经过几个月的追捕，警方终于在双鸭山市集贤县成功抓获了蒋英库。被抓后的蒋英库在警方的审讯下很快便承认了其犯罪集团的所有罪行。1953年，蒋英库在黑龙江出生了，他在家中排行老三，所以他被人称作三哥。蒋英库家境一般，几兄弟从小也是老实本分，不过正因为太老实，蒋英库从小就经常受人欺负，这让他心里埋下了一颗以后要走出去，要在大城市里出人头地的种子。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因为知青上山下乡，蒋英库被分配到了赵东的农村。赵东是黑龙江省下面的一个县级市，跟蒋英库的老家双鸭山市也差不了多少。但是赵东距离省会哈尔滨只有60多公里，蒋英库觉得如果能留在这里，自己想去大城市出人头地的梦想就实现了一半。所以在知青返乡潮中，他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了赵东。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市场经济开始复苏，蒋英库的商业头脑在这个时候展现了出来。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商机，抓住机会走上了创业之路。
他看中了赵东这块宽广肥沃的土地，于是他专注于特色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很快将企业不断扩大，成为当地乃至黑龙江的知名品牌。生意场上的交集让他结识了不少人脉，也让他看到了财富背后的另一个世界。富有后的蒋英库已经开始不满足于钱财了，心想着已经有了富贵，还差一点荣华，于是他打起了仕途的主意。在他的一番操作下，顺利花钱，在赵东当上了一名检察官。初入官场的他谦卑有礼，做事小心谨慎，为人世故又机灵圆滑，凭借着多年混迹商场的经验，获得一致好评与赞叹。1992年身为检察官的蒋英库已经在官场上站稳了脚跟，他又开始谋划起了老本行。于是蒋英库伙同朋友开了一家陶瓷公司，但碍于公职人员不能从商，他便让一直跟着自己的小弟贾勇做起了总经理，留德当副总经理，而公司实际权力还是在他这个幕后老板手里。公司也不从事任何实业，只称作他进行钱权交易的掩护。蒋英库在官场上混得春风得意，现在又想借着自己检察官的身份把生意做得更加红火。也就是从此刻开始，蒋英库走上了不能回头的犯罪之路。有着之前做生意的经验，蒋英库知道要把生意做大就得有个像样的门面来撑场子，于是他决定在赵东建一栋最醒目的大楼，并将其命名为陶瓷大厦。陶瓷大厦建成后需要装修，一个叫孟宪明的包工头承接了他们的业务。装修完工后，蒋英库并没有如期支付工程款，反而一直找借口拖欠。孟宪明手下有一群人等着发工资呢，被夹在中间的他只能硬着头皮找蒋英库要钱。多次索要无果后，孟宪明想到了新招，他用蒋英库检察官的身份作为要挟，如果不给钱，他就要去揭发蒋英库从商的事。也就是这一行为让本就阴狠的蒋英库彻底动了杀心。第二天，他让贾勇以结工成款为由把孟宪明骗到了办公室。孟宪明刚走进去就被蒋英库躲在门口的堂弟蒋英权用射击场训练打靶用的手枪正中太阳穴击毙。由于是第一次杀人，蒋英库对于如何处理遗体还没有经验。贾勇提议把被害人遗体运到城外埋了，蒋英库摇摇头说太远了不安全。贾勇又提出可以埋在锅炉房的底下。听到这句话，蒋英库有了一个想法，干脆用锅炉把遗体烧了吧。随后他们将孟宪明的遗体大卸八块扔进了工厂内的锅炉，毁尸灭迹。蒋英库三人守着锅炉烧了3个小时，一直到最后一块骨头化成粉末。此后他又对外放出消息说已经把孟宪明的货款结清了。工人们一听孟宪明这里已经结了账，纷纷上门找他要钱，可是找遍了整个肇庆也没有发现孟宪明的踪迹，大家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携款潜逃了。这时蒋英库又放出风来说孟宪明带着小三携款跑到了四平。工人们这下气上心头，直接跑到孟宪明家里把能抢的全部抢走了。孟宪明的妻子也以为孟宪明带着小三跑了，一开始并没有报警。可是随着孟宪明长时间没有跟家里联系，他察觉到不对劲，马上就到了公安局报案。但此前蒋英库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也为了寻求更多的庇佑，花了大量钱财贿赂赵东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兆伟，他们两个甚至还拜了把子，结为兄弟。作为蒋英库的好兄弟，张兆伟在得知消息后二话不说就把事情压了下去，说什么都不予立案。蒋英库团伙的第一次完美杀人完成了，那个锅炉房也被蒋英库围了起来，成了他焚尸的魔窟。有了张兆伟这个靠山，蒋英库更加为所欲为，干下了更多残忍暴虐的恶行。蒋英库利用锅炉销毁证据，再加上张兆伟的暗中配合，他们先后让5名前来要钱的合作商消失在了世界上，犯下多起命案却仍然逍遥法外。蒋英库对这个保护伞相当满意，干起伤天害理的事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一年后，蒋英库多年前的好友刘少贝找到他，两人是在没发家时就认识的，蒋英库也很高兴能与老友再聚。谁知谈话到一半，他发现刘少贝根本就不是来叙旧的，
而是来炫富的。刘少被吹嘘着自己万贯家财，还一时嘴快透露了自己有枪的事。这下蒋英库马上就把主意打到了他身上。刘少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番炫耀会让自己走上被谋财害命的绝路，他根本不知道此刻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人是鬼。蒋英库有了想法后，准备借钱探一探刘少贝的虚实。晚上两人吃饭席间，蒋英库开口向刘少贝借了50000块钱，刘少贝自然爽快地答应了，饭后就带着蒋英库回家拿钱。蒋英库第一眼就被刘少贝富丽堂皇的别墅震惊了，等看到刘少贝给他拿钱的巨大保险箱时，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蒋英库拿到钱后火速回了公司，并且立马找来了自己的外甥万忠。第二天他让万忠以还钱为由将刘少贝约到了自己公司的办公室，如法炮制的将人做掉后销毁证据。这边万忠帮他解决刘少贝，另一边蒋英库光明正大的带着刘德等人闯进刘少贝的家中，将刘少贝的妻儿全部杀害，拿走了刘少贝的枪和全部现金。这一次蒋英库还是在保护伞的庇佑下逃脱了制裁，尝到了几次谋财害命的甜头后，蒋英库越发狂妄起来。他想要的就一定会花费手段去夺。这一次43岁的蒋英库看上了一个已婚女人张小梅，张小梅的老公是一个商场的老板叫李海。蒋英库跋扈惯了，根本不管这些，经常跑去张小梅的商场搭讪，使尽浑身解数去博张小梅的欢心。两人一来二去也混到了一起。此后蒋英库越发看李海不顺眼，他想着干脆杀之而后快了。同前几次一样，他把李海约到公司办公室，吩咐堂弟蒋树海用斧头解决掉了李海，然后利用锅炉焚尸，本来是天衣无缝的计划，谁知差错就出在了他堂弟的身上。蒋树海才20出头，年纪轻轻，手上也没沾过血，少年心一横，为了证明自己手起刀落才砍死的厉害，这次杀人给他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刺激，从此之后便萎靡不振，精神低迷，甚至看见警察就害怕的发抖。蒋英库根本没把堂弟的状况放在心上，而是沉浸在跟张小梅的花天酒地中。不过很快李海的突然失踪就引起了张小梅对蒋英库的怀疑，她开始恐惧蒋英库，她害怕丈夫失踪的事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只能委曲求全，在夜晚默默流泪。后来蒋英库对张小梅的新鲜感耗尽，又惦记起了她名下的财产，于是不顾半点曾经的情爱，就把张小梅送去了锅炉房与李海团聚了。在赵东，只要有点姿色的女人就会被蒋英库盯上，而一旦她玩腻了又会毫不犹豫地解决掉，另寻新欢。用同样的一招，蒋英库先后强占了20多名女子，其中5名都被他扔进了锅炉房。没过多久，蒋英库的靠山张兆伟涉嫌贪污被检察机关逮捕。蒋英库得知后怕连累自己，于是开始想办法把张兆伟捞出来，他吩咐小弟给张兆伟做伪证，又花了43000元上下打点。没多久张兆伟如他所愿无罪释放。二人为了庆祝蒋英库做东大摆宴席，邀请了许多警察一起吃饭。不清楚堂弟精神状况的蒋英库还带了蒋树海一同出席，席间蒋树海看到10几个警察围坐在自己的周围，当场吓到崩溃，跪在地上大喊，李海不是我杀的，我也不想杀他，都是我哥逼我。他这一举动让蒋英库尴尬至极，也让他明白蒋树海留着只会是个祸害。为了自保，冷血无情的蒋英库当即命令贾勇去解决掉蒋树海。贾勇与蒋树海共事多年，不忍心下手，于是极力劝说蒋英库。蒋英库念在蒋树海是自己亲叔叔的儿子，直接杀了也不好向叔叔交代，便在赵东随便租了间房子将蒋树海囚禁起来。囚禁的地点只有蒋英库和他的亲哥哥蒋英权知道，那间房子门窗全部用木板封死，只留一个小口给蒋英全每天来送饭。蒋英树的吃喝拉撒全在屋里解决，时间一长蒋英库觉得这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得把蒋树海带回老家彻底解决掉才行。被带回老家的蒋树海精神状态依旧不正常，不过有些时候是清醒的，在他的亲哥哥
蒋英库的堂哥蒋树涛来看望他时，蒋树还把蒋英库所有的恶行都说了出来。蒋树涛为人正直，得知这些事后怒不可遏，随即找到蒋英库，当面质问他为什么逼蒋树海杀人，还大骂蒋英库不是人，说自己要去告发他。蒋英库此时早就是个杀人如麻的恶魔，在他眼里没有兄弟情，只有自己的利益。于是他像之前一样，转头就吩咐贾勇，让蒋树海、蒋树涛两兄弟永远闭嘴。蒋英库这不顾念兄弟手足的行为，把贾勇吓坏了，自己的亲兄弟都不放过，更别说他们这些小弟了。何况贾勇知道太多蒋英库的秘密，保不准哪一天就轮到自己倒霉了。毕竟只有死人的嘴才能守住秘密，他当时就有了要离开蒋英库的念头。后来发生的事也证实了他的想法是对的。蒋英库参与指使手下兄弟犯下多件案子后，开始把屠刀伸向了身边人。好几个跟了他十几年的小弟都被蒋英库以嘴不牢靠为理由干掉了。贾勇一边提心吊胆地帮蒋英库做事，一边偷偷变卖家里的房子和车子，准备抓准时机带着老婆孩子跑了。贾勇跑路没多久就被蒋英库发现，他害怕贾勇告发他，就叫人四处追寻，但贾勇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怎么都找不到。这期间贾勇并没有去举报蒋英库，蒋英库便放松下来，不再寻找。也就是这一次的放松，才让后面警方对调查有了突破口。蒋英库越来越嚣张，他的行事早就被公安机关盯在眼里，但他每次行凶后都把受害者遗体处理得很干净，警方只能当作失踪案处理。加上蒋英库自己就是检察院的检察官，还有一个公安副局长的兄弟替他摆平麻烦，蒋英库在肇东可以说是只手遮天，上天欲其灭亡，并先令其疯狂。蒋英库的肆意妄为终于将自己送上了绝路。2000年，蒋英库借调省检察院工作，他又开始去结交认为有用的人，袁成就是其中一位。当时他们两人天天混在一起称兄道弟，这天蒋英库偶然碰见袁成在跟债主潘淑珍吵架，兄弟被骂了，他当然立刻仗义上前，蒋英库让袁成先走，他来解决。没过几天，袁成就听说潘淑珍家人报案，说潘淑珍失踪了。袁成惊出一身冷汗，他怀疑这跟蒋英库脱不了关系，于是开始和助手果冬梅暗中调查起来。不查不要紧，一查他才发现，自从蒋英库当检察官以来，就有十多宗失踪案跟他有关，而且都只是被轻描淡写的带过。袁成感觉到了危险，开始逐渐疏远起了蒋英库。老谋深算的蒋英库很快便发现了袁成的动作，他心想，我把你当兄弟，你居然背后给我捅刀子，那我就留不得你了。蒋英库这边谋划怎么让袁成消失得无影无踪，袁成这边也加快了调查的脚步。他清楚如果蒋英库不落网，死的人只会更多，说不到哪天就轮到他了。这时果冬梅查到了蒋英库的陶瓷公司总经理是一个叫贾勇的人，但是2年前贾勇全家全部失踪，蒋英库也派了大量人出去寻找。袁成想机会来了，只要找到这个贾勇，蒋英库做的事就能被公之于众。袁成和果冬梅刚查到贾勇的落脚点，还没来得及找人，就接到了蒋英库的来电，说要请他们吃饭赔罪。袁成此时还不知道蒋英库已经知道自己在调查他，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便带上果冬梅一起赴约。不过他留了个心眼，出发前跟妻子交代了自己是去见蒋英库。袁成跟果冬梅会合后，一起乘坐了一辆紫色桑塔纳轿车，前往了哈尔滨七道街184号楼。蒋英库早已在楼下等着了，他殷勤地把袁成和果冬梅请上楼，三人顺着楼梯进了屋子，在满桌饭座前落座。只是袁成跟果冬梅一杯酒都还没喝，就被埋伏在门口的蒋英权和蒋树渊用尼龙绳勒住了脖子，二人彻底没了气息后，蒋英权三人又拿出彩刀和剔骨刀以及20多个黑色塑料袋，按照老方法处理其地上的人。两个检察官在同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件事很快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的公安部长下令一定要侦破此案，立案以后朋友众多，消息灵通的蒋英库很快就听到了风声，他立即潜回肇东，并且让他在肇东的好兄弟
肇东检察院反贪局干部李国辉，时刻帮他关注着案件的调查进展，为蒋英库传递消息。12月8日贾勇被抓的消息传到了蒋英库的耳朵里，他仓皇出逃肇东，躲在老家双鸭山集贤县。逃亡的日子里，他昔日的兄弟手下一个个被抓，终于在2001年1月19日蒋英库也被警方捉拿归案，并搜查出他用来杀人的手枪弹药、尼龙绳等工具。在铁证面前，横行肇东数十年的杀人魔检察官再也变无可变，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详细交代了他参与或只是杀害21人的过程细节。七年时间，顶着检察官身份的蒋英库利用自己的职务和人际关系参与了多起杀人案件，共造成21人死亡。他还利用自己在法院的关系诬告死者违约或者欠款，侵占死者财产和权益。2001年4月中旬，蒋英库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张兆伟判处死刑缓刑两年，剥夺政治权利，没收全部财产。贾勇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全部财产。蒋英库犯罪团伙，这个笼罩在肇庆上空七年的阴影就此彻底解散。蒋英库案虽已结案，但对受害者家属以及社会造成的影响仍旧不可磨灭。为了自己的利益私欲不择手段，官商勾结，官官相护，这桩惨案的背后有更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关于这个故事到这里已经讲完了，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我们下期见。